跟上人问心。总是呢，空中妙有真空。我们这样隔空到场，因缘是这个时候，我要把握现在。多少人呐、啊，心里愿意接受来应师父的心？我说出口。你听入耳朵入心里去，我也是打从心里想的要说的话，所以我出你入，我出你入啦。同样呢，从心里想说的话说出去，大家呢用心想要听的听进去，听入你的心里。法也是一样，法呢，我想说这样的法，经过了这样的很微妙的人生的六根勾走起来，我说你听，透过了时间有多远呐、啊？那距离这么遥远，声音呢、啊，好像几秒钟之差。但是呢，你听你的话了，我说我的话，所以呢，在这样的空间距离，那我说出去，这两三秒钟呢、啊，你们。听进去了，所以过说话，过文法，你听你的话，我讲我的话啦，几秒钟的距离，无妨碍，无障碍着。海外净思弟子回不了家，在云端随师共修，我们的心紧紧的跟着上人。感觉就像已经回到台湾了，也感觉跟台湾跟师父跟上人比较近、很感恩科技。是啊，拜现在科技啦，可以互通，一旦互通啊，我们就是要珍惜。话总是呢赶快一个话，无过样的话，请各位菩萨，佛法没有他法，总是呢，我要跟大家说，求道难，求道真难呐、啊。那求道呢，还要培养因缘哦。这因缘呢，是要分秒累积呀、啊。常常都会对自己说、哦、我是鬼生鬼死累积来的因缘、啊、现在呢哇开始说师父想要这样做一呼万应、啊、听到了师父这样说要做这项事情，我们大家呢随喜功德，马上呢，发心啦，随了欢喜，发心来做，哇，这力量呢，就会快速的构成了一条很粗壮的一条因缘，这牵起来。感恩，咱中国的同仁跟各个会所的师兄师姐的全力配合。处在配送的过程中非常顺畅，也让这防疫的物资会量早发挥它的量能。市府的同仁都说慈济站真的太棒了，让长辈们可以在这么舒适的场地下施打疫苗。
世界粮食高峰会议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终于有机会进去到这样子的一个论坛的桌上哈，把上人的法透过不同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，跨宗教的这种想法、看法、行动，推动茹素劝素，总是呢好因好缘呐、啊，很期待我们全球的菩萨们把师父的话啦，爱听进去，实际人的爱的力量、能量啊，这汇合，把它整骨哈的力量安尼给搭起来，现在真的发挥到了很有感觉的爱，很有感觉的智慧的延伸，所以爱能造福啦，智慧呢能慧命永续，这都是慈济用五十多年来的造福跟这智慧，让人人都是福甲慧啦，平修啦，五十多年啦，不是无中生有，都是步步踏实，利用时间啊、空间啊，集合了人力呢，爱的付出，一直呢，很殷实的，真实的。虽然是无形，但是呢，它形成了一股呢风气，就是善的风气，慈济人爱的能量汇合起来，化有形为无形，化无形为有形，所以空中妙有，妙有真空啊。人间呐、啊，是五起杂机，它有善，有恶。你修行，就是呢，要去体会什么叫做显化。显化呢，那就是成佛之道。咱要成佛，就是要行的一条道。啊，这条道呢，就是要明白道理啦。体会呢，人间这个心呐的机灵，这个空气人间呐，咱爱安怎样？人跟人的中间汇合起来，不逆向，顺规则，这样守法守规律，唔对去诶，咱爱赶紧调转来，这叫做及时。古早人呐、啊，讲放下敌刀啦，立地成佛，好、哦、哪有那么简单呐、啊？说时快啦，事实难呐、啊。真正的安尼放下，就可以成佛吗？也是，也不是。是，就是过去的错误的。现在觉悟了，不要再犯错，就是求正确的法，再苦再难耐也得忍，也得耐，要有忍耐心。忍耐有那么苦吗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苦，只是呢忍得自己的内心那样的贪欲的那一念头，这一心恶两速端，这那警惕家己哦，我有一念不规则，赶快呢把它删除掉。理性恶那令不兴，好、哦，这理性恶啦，令不兴啦。一生先呐，宁静定，我对啦，
所以既然是对的，我都要再精进哦。以圣贤宁静中啊，未生恶呢宁不生啊，以生恶宁缩短，赶快丢掉。未生善，则未生善宁生。那以圣贤宁静中，也未生善，咱就赶紧来培养，把握的现在有这样的机会。方向对切对准了、我们要赶快循了这样的方向，不要呢踏地不动，我们要赶快开步向前，踏实往前走。这呢就是修行要及时。